好久没见，好久没见。来，看看，大哥，这是新的一台啊，对，这我的，对。没有点重啊，温度温差是温差的变化，外面太冷，会放一放会好一点。声音哪个好？还是这台吗？当然是全新的。弹的是吧？这台弹过，这有点弯的哈。对，这台应该弹过蛮多次的，两三次了。更习惯于这个与钢琴交流，因为与他待的时间可以说是最长的。感觉那个琴稍微紧一点。对。啊。没关系，好点。就试这个吧，那两个就撤了吧，算了，就用就弹自己的。对。是一个对我来讲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是一直都想做一次，特别是在除了在全世界，在国内做一个特别大型的、特别专业的，特别是能够去到咱们祖国的大大小小的所有的城市的这样一次巡演。灯光可以。我看看，应该没什么问题，不会太热吧？不，我觉得人多可能会热。要不我看看，那应该可以，那就这个光吧。在长时间的这个巡演的过程当中，你也需要一个非常强悍的身体，因为演奏在舞台上对艺术家、对演奏家来讲，就像一个运动员一样，你既需要高度的信心，也需要非常强悍的一个身体的状态。那么在每一次演奏过程当中，在舞台前，我都是紧张的。但是这种紧张不代表是一种惧怕，它是让你全神贯注，能够调动你自己的一个专注度。几分钟。键盘就不用，键盘我不用这个，对，都不动了，那就把下面那个摘掉就行。好，7点半开演。好，然后呢，7:28的时候呢，我上来跟观众说一下须知，有个乐章间补鼓掌。啊，好嘞。其实最开心的就是可以跟这么多的音乐爱好者，或者不是音乐爱好者，或者就是一个路人。去分享对音乐的这个理解，包括我特别喜欢的挺艰深的一些作品。大家能来到音乐厅坐在那里欣赏90分钟，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我也希望用我的音乐去感染他，哪怕他不太懂古典音乐，没有那么专业，至少有一个感受，觉得哇，真的很好听。当你在演绎每个乐章，包括在很多休止符的时候，你在很多呼吸的瞬间的时候，你能感觉到空气的一种凝聚，和大家正在屏住呼吸，与你一起在进行这个作品。好像摆的稍微偏左了一点，其实没有。每天弹琴你会鼓噪吗？你说在巡演的过程当中，那是我的使命，那是我的责任，那是我的这个梦想，所以说没有鼓噪的感受性。那个，先乐乐给我一下，你都拿回去。没力气了。
对，没问题。真的。Przedstawić ostateczne wyniki. Yoongi Lee.可能小时候可能会有这种体验，但后来变成我的一种习惯了，甚至于是一种自然的一种反应，生活的一部分也好，还是就身体的一部分也好，没有那么大的一种隔阂。就是今日肖邦音乐仍然伴随着我走过了100多座巡演城市，在国内我希望能把古典音乐推广给更多的中国人，在国外我更希望更多的外国古典爱好者能听到由中国人演奏的肖邦。所以每个时代的音乐它都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象征，这个时代的古典音乐代表着这个时代大家所感受的，像肖邦200年前的音乐能到今天在这个网络时代以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它继续的存在，我觉得这也是经典文化的价值的一个延续。国家队乙队能赢5个球啊、很怕发胖，不是很怕胖，已经发胖了，我胖了20斤，所以说2000年的有时间的话，这任务的话就是要减肥，祝我减肥成功吧。哎呀，喝水，北京好干啊。对，哎，跟南方比的话真的是。